拜拜。妈妈站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跟职场完全不一样，没有那种开会压力紧迫盯人，大家做得非常欢喜，然后我们慈济人都会相互的关怀，所以就算很累有点脏乱，你一忙碌起来就会忘记那种不愉快的事情。2008金融风暴啊，刚好公司又在那个时候决定裁员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大概50岁左右，我毕竟是一家之主，小孩啦、家庭啦各方面都是靠我的收入在支出啊，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蛮慌张的。没上班也不可能整天待在家里啊，师姐就鼓励我说，我们前东方站那边可以去帮忙，也可以到那边去抒发一下不准的心情啊，所以我还蛮喜欢到黄宝山。这是中心点，把它抓来这边。慈济这个团体在被公司裁员到现在12年，让我内心有一个归属。我觉得慈济带给我很多改变，我之前可能不会考虑别人，做了慈济之后觉得在对人事物的看法都会比较细心比较细腻，让自己各方面的都修行得更好。